回来。床了，快点！你要迟到了啦！哦，那怎么办？那来不及上妆了啊！我脸这么油，那怎么化妆啊？这个小蓝喷啊，韩妞都说它是喷的吸油面纸，快速又有效的控油哦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妆大崩坏啦。康萨阿弥达，欧尼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睡哦？你先睡啊，我还不想睡啊。我擦的，再来困。整夜都没睡，皮肤还这么好 ，right？ 哎呦，我前男友不是皮肤科医生吗？他超推理肤保水的，尤其是这款净痘无瑕调理精华，它可以改善你的痘痘跟粉刺，还不会刺激皮肤呢，完全就是油性肌肤的救星。忘记你没有前男友了。有前男友了不起呀、啊？你前男友不是骨科医师吗？你很快就可以跟他重逢了。